大家好，就嚟开波啦吓，两队而家咧就先礼后兵，握个手先。Hello， 我系吴家谦。今日除咗我之外咧，仲有 Keyman 同大家一齐睇波嘅。喂，系啦 ，Keyman 啊，你之前都话等睇呢一场波等好耐噶咯。系，家谦，即系如果一年啊，只能够系睇一场波嘅啫，咁啊，应该系睇呢场噶啦。好，而家可以听到熟悉嘅欧联主题曲啦。而家睇睇兩隊嘅陣容先。球證明的比賽開始啦！奧斯爾向前大腳一斬，蘇卡迪斯傳去側翼，截咗啲球波啦！防守球員真係好夠警覺性啊！奧斯尼。
個波向前傳，今次得唔得啊？守門員救得靚啊！呢個波救落嚟啊，睇落好似好易啊，其實真係唔簡單。哇！係人都中意佢哋一開波就踢得咁積極啦 ，keep 住咁打落去咧，一定有回報啊！奥斯尔揾唔揾到机会起脚呢？搞掂！呢一个入波你有咩睇法呢？嗱，呢个波难度好高噶，佢一射埋嘅时候咧，要 keep 住个波贴住地面去喎，个草色咪呢只咯。僵局打破咗，而家比数系1-0。入咗呢球之后就睇你有几集中啦，因为好多失波咧都系入波之后挂住玩电话而输噶。俾嗰脚唔够靓啊，嘥咗个机会啦。奥斯尔、基奥特尝试紧突破防线，传埋去中路，一脚踢埋去，奥斯尔射入呢球靓啊！又整多粒入波啊！浪接浪啊！對手都叫你射咯，咁梗係恭敬不如從命啦。嗱，呢個波咧可以話係個個都有功勞嘅，即係唔係個個射門咧都要好大力啊，或者單刀過曬個防線先至得噶嘛。好似呢啲傳波傳得靚，咪一樣可以入到波。呢、这個第二球咧，就兩隊感覺都爭好遠啊！落後嗰隊慘啦，好大壓力啊，要追多球啊！領先嗰隊望住想入第三球，界外球啦！起到腳啦！奥斯尔，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乔姆斯向前传出，嚟到个靓嘅位置啦，哥斯尼飞紧过去。拿祖蒙利尔好快咁向前传，基奥特为脚直线，奥斯尔边度会追到呢球波啊？执唔执到鸡呢？救得好，冇得弹嗰只啊！呢个波简直即系唔系讲技术去点救啊，完全系讲本能反应嘅啫。正系吹翻之前嗰个犯规，好波，传咗个地波过嚟，又入一球啊！真係順道呢，阻都阻唔住啊！
好，我哋嚟到半場嘅休息時間。雖然話仲有半場未踢啫嚇，但係睇落呢隊波咧實力真係高咗嘅，恐怕都就快唔使踢啦。半場順利到咧領先到3-0啦。比賽繼續，係咪揾到目標呢？攞到個界外球，奧斯爾身形佔優啊！到底邊個會攞到呢個波呢？個波會去邊度呢？哇！跑得真係快啊！機會嚟啦！救得好，反應快到呢，咦，個波出嚟啦，矛咗啲，要罰啦。開界外球。拿祖蒙利爾瞄住個前場嚟斬啊！基奧特整腳直線，張伯倫空咗喎，而家點啊？真係好波啦，唔中喎。咁橫掂都冇乜機會埋門啊，試下起腳等啲觀眾興奮下都好嘅。後備席啊有動靜喎，睇嚟又換人啦。苏卡迪斯、奥斯尔、基奥特，呢脚直线一下趟穿晒，好波，好似饮佢哋踢咁。喺嗰一个位置真系冇乜可能射失啦。呢个波系射得靓嘅，不过咧都要赞下比波佢嘅队友啊。第三個入波，今場波個最佳球員都怕只係佢啦啩？真係冇人 mark 到佢咁喎！每次佢攞到個波咧，都好似可以入波咁嘅。高波傳中，我諗佢拖得太慢啦，搞到對手都壓曬埋嚟。如果佢早翻少少俾隊友咧，就有機會。呢個直線靚啊！嗱，球證冇舉旗啊！哇，想夾硬過人，喬姆斯踢翻個波出嚟，嚟到個靚嘅位置啦。一下铲波，球证吹鸡犯规啊！呢度要俾牌啦。佢就唔會咁容易認輸嘅，睇下佢一陣會唔會再試多次。分去右翼度，亞力士、張伯倫、基奧特埋門多下啦，向右翼傳出，山齊士就犯規送個自由球俾人啦。球證啊，俾足黃牌佢。嗱，呢個犯規咧，其實真係睇落都冇乜必要。
可能他會覺得球證很嚴咯，但根本上你就不應該犯規。拿祖蒙利爾試下呃埋去啦，後衛都可以咁走位發嘅，龍門嘅完場啦，完全冇得打，一面倒啊！呢場波 ，Kimman 點睇先？嗱，呢場波咧，佢哋能夠贏波嘅主要原因啊，我覺得咧就係佢哋喺中場啊，能夠把握到對手好大嘅弱點，兼且咧能夠即刻改變嘅打法咧，去針對佢哋嘅弱點。唔該曬 Kimman 啊，上嚟我哋節目度，咁啊，我哋嘅節目咧亦都結束啦，各位晚安。